就是我不要钱，我只要爸爸。小姑娘，你好。你好，叔叔。你是在写作业啊？我边写作业边卖。还卖苹果？你都会卖苹果了？对。你多大了？12岁。12岁了？这苹果都是你们家的苹果吗？对，谢谢的叔叔。哎呀，你很棒，都会卖苹果了哈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我来尝尝，好不好？那你不帮我尝了，不买吗？不买也没事。不买也没事。好甜啊！为什么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我外婆在地里干活，放假，所以我在这儿帮外婆卖苹果。那你爸爸妈妈呢？我爸爸在了。那妈妈呢？妈妈改嫁了。这苹果卖了多少钱了？10块钱。你是从几点开始来的？7点。那你吃饭了没有？中午饭，今天吃。啊？中午饭吃啥？吃豆腐。这苹果卖了之后换来的钱准备怎么用啊？给外婆买点过冬衣服和鞋子。哦，很懂事啊！你没有想到给自己买点什么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这你的书包是吧？是。书包旧了，你不想着换个新书包吗？不用，这还没烂呢。叔叔把你的苹果买完之后，你早点回去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称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没事没事，不用客气啊。178.6。哟，可以啊。这里是叔叔，这里有300啊，这是出于点心意，好吧？不要，先给我170。拿着，好，拿着。好不好？然后早点回去，好不好？叔叔，外婆从来没有这么对我好，谢谢你。没事没事，早点回家吧啊，早点回家吧。哎呀，没事，好不好？早点回去，早点回去就行了啊。叔叔送你一个书包，谢谢。开心吧？开心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我给你放这了吧，你看字典，然后还有这个课外书籍，你看。叔叔，我可以抱一下你吗？抱一下我是吧？嗯。哦，可以。